啊，我哋迟到啦，十分登机，我哋迟咗三个字啦。Don't have a home, but I know there's sunshine behind that rain. I know there's good times behind that pain. Hey, can you tell me how I can make a change? I close my eyes and I can see a better day. I close my eyes and pray.我哋迟到啦，十分登机，我哋迟咗三个字啦。今年2月18日，我们善和一行11人从香港出发，到四川进行义工活动。我们在当地逗留2天，前往医院及小学进行探访。我们当晚下榻四川的酒店后，大伙就马上开始准备这次活动的行程及细节。神秘大禮物呢，阿高松同埋婷姐做埋，因為你哋嗰個燈位呢就冇咩做嘅。第二天早上，我們來到了醫院。當天除了設立攤位遊戲外，我們還幫助病人填寫他們的病歷記錄。睇完一個，咁就即刻下咗去，叫下一個機，因為佢哋每次寫咧，我哋在醫院裡，求診的病人絡意不絕。医生们都忙于提供治疗和给病人配上义肢。病成他的习惯，之后你给他什么好，他不舍得。而且最重要的一次，是最重要的，串管杂志，马上做宣传。我们跟一些家长谈过话，某些小朋友如果不是得到像 Stand Tall 那样的团体免费资助的话，换一次义肢所需的金额就可能高达数万元。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义肢也需要按照身体的比例不时更换。好嘛，同埋你见到开始又破套咯，啲病人又咁样拉啦，因为佢里边啲肌肉萎缩。看见小朋友即使面对种种的困难仍不屈不挠，同样身为学生的我们不禁想起，有时候可能只因为相比之下成绩稍逊，或遇到不顺利的事情，就对未来感到忧心，甚至轻言放弃，实在是相形见绌。不带就笨了。当天在医院里，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治疗，但看见医生专业的态度，家长跟小朋友安心的笑容，这一切都深深地刻在了我们心中。有时候我们会怀疑生命，怀疑自己，然后透过身外物去衡量，去比较。但我们在医院学到，每一条生命都是独特的，
当生命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候，再多的比较都掩饰不了生命本身所发出的光芒。受伤的小朋友当中，某些人失去双腿，却使他们真正站立起来；某些人失去双手，却使他们真正学会收获。到了行程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到了都江堰友爱学校。学校有标准运动场、多座教学楼和宿舍，让所有的小朋友皆得到全面的培育。我们当天在医生们治疗的同时，替小朋友设立了不同的活动跟游戏。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位在当地长期工作的社工，并了解了小朋友学习及义工服务的一些情况。我们平时其实都会有一些大学的义工，咁就会过嚟帮我哋去做一啲嘅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本地嘅吓。咁因为其实我哋呢批学生咧，佢哋过到嚟咧，其实喺读书上面有好大问题嘅，因为佢哋受伤之后一路去做治疗啦，有啲可能做咗年几两年先至做完治疗，过嚟读书，咁其实已经系lose 咗好多嘅课程。咁然之后再加埋就系其实好多，因为东江堰同成都咧都系属于城市咁所以他哋用嗰個教材咧係深啲嘅，咁但係咧其他嘅地方，譬如北村啊、青村啊嗰啲咧，其實佢哋用嗰個 syllabus 咧係唔同，咁變咗佢哋其實一嚟到呢間學校咧就已經有一個 difference 喺度，咁變咗佢哋平時其實佢哋冇一個特別幫佢哋 design 嘅一套教材，咁佢哋係同其他學生用同一套教材咧，其實係會好大壓力。咁亦都追唔到，咁所以我哋而家咧係每個 weekend 咧都會有一啲喺 local 揾咗一啲嘅大學生義工，就會逢星期六就會過嚟幫佢哋補習，教佢哋做功課。咁如果有啲特別差距大嘅啲學生咧，我哋直情係會 one to one 咁樣去做補習。除了學習以外，交通對一些殘障的小朋友而言也是一個問題。讀書都係寄宿。因為大個啲嘅學生，佢哋初中通常都會寄宿，咁但係佢哋係逢禮拜六日都會翻屋企。但係嚟咗呢一度之後，因為嗰個距離太遠啦，佢哋有啲係遠到咧，其實來回可能要係兩三日嘅車程。咁同埋嗰個車費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負擔。咁所以佢哋當知道我係香港人嘅時候咧，第一個反應就係、是、你香港嚟嘅，我係啊。咁佢哋話：咁你幾時走啊？即係佢哋已經好習慣啲人嚟咗又走，嚟咗又走。佢哋根本就唔會覺得可以依賴得到，佢哋會覺得其實係生活被 disturb 咗，咁所以其實佢哋係好冇安全感。咁但係即係相處咗段時間之後，佢哋見到我每日都喺度翻工，咁就會慢慢對我有一個信任咯。咁然之後就係可以同我哋講到一啲嘅內心嘅説話，咁就會對佢哋嚟講會好啲。咁所以亦都係點解我哋呢一個 service 一路堅持，就係我哋係長時間喺呢一邊係長住，而唔係話即係可能一個月過嚟一個禮拜。短短的三天，我们见了许多，付出了许多，感受了许多，也学习了许多，收获了许多。18日下午，我们到达成都双流机场，然后入住城市客栈。
19日，我们来到省人民医院为求诊的病人填写病历记录。被调查的人群年龄不等，其中有一个来自北川的男孩，现在正在读中学，年龄也只比我们小几岁。他的左胳膊不幸被截肢，我问他关于身体健康问题的时候，一直小心翼翼，生怕会伤害到他，让他难过。但是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竟然是如此的乐观。比如有个调查问题是在受伤前你平时喜欢做什么运动，他回答喜欢乒乓球和游泳。接着一个问题是在受伤后你平时喜欢做什么运动，他回答还是乒乓球和游泳吧，虽然现在技术不如从前，但是不想放弃这些兴趣。就像自己学校的同学一样，很自然轻松地聊起平时，简单淡定的语气一下子将我镇住了。20日，我们一大早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都江堰友爱小学。冬天的四川又湿又冷，但是那些孩子们的笑容却让每个人的心底都泛着一丝丝暖意。我们一起捏橡皮泥，一起折纸蜻蜓，一起打海绵宝宝，一起分享糖果。我本以为他们会抱怨，会叛逆，不好相处，但是那天我改变了想法。其实他们和我们一样，有着自己的个性，他们不需要我们的怜悯，需要的是我们的关爱，我们的支持。年龄小的孩子希望他们能够无忧无虑，快乐成长，年纪大的孩子希望他们能够成功地追寻到自己的梦想。3天的时间真的不长，但是希望我们带给他们的快乐能够长久。 Now and then think of you and me, forever friends, forever will be.是一个科学家的，我是做水稻，听说袁隆平他讲杂交水稻，我是跟他合作的，所以我们想把那个水稻的产量再增加，我做的水稻营养很好，所以不用吃很多你就可以很健康。你要不要去我们的温室看看我做的水稻，看一看好不好？好。因为晚上的话，整条马路都是等那些车。我晚上一直晚上看孩子。晚上的话，这里要灭熄灯了才开门。如果这里等的话，就是正常过。对对对。
纯真。